快找个地方歇脚，避避风头。故人重逢，难道不该高兴吗？我是特地来找你们的呢。昨日多谢有你照顾，这些虽然不多，但是路上还是有用。哎，不不，这些还是你拿着，你一个人哪行啊？我们就此作别吧。你要保重。看住，往里跑！你们别动，我要多射几个。你想探寻的真相，也许是你无法承受的，还是执意回去？无论如何，我也会选渡山。沈乔这一路如肥羊过境，你这次带点狠角色过去。只是既然你已经发现了，那本座就勉强亲自上路，和你回玄都山。掌教师兄，玉爱就以此茶代酒，预祝掌教师兄明日比武，凯旋归来。你为了让我当不成这个掌教，竟然与北木勾结。下完毒还要打得同门师兄吐血，七凤阁泉下有知，怕会死不瞑目吧。阿乔，你竟与魔门的人厮混在一起，阿乔也是你能叫的？燕宗主，何为天下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从前燕宗主不是说我对天下局势知之甚少，坐井观天。我可是奉师尊之命特来拜见燕宗主，礼数如此周全，你还要打我？你这样的礼数本座称之为找死。想不到十年倏然一过，燕龙风采不减。这里有个寿宴，我没空去，你替我去。沈先生里边请。今日这寿宴必然群英荟萃，你难道不想借此机会亲眼看一看如今的江湖是哪般风貌？苏老夫人，有人让我问你，是否还记得在北木王庭苦苦等候的故人？